啊，这个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直观看颜色，我觉得跟大家那个家里那洁厕灵差不多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你说完你还喝吗？关键他还拿一个足疗的盆盛，你们这个道具组今天是诚心想害我是吗？这行吗？这真能喝吗？你们这个真能喝？你们真喝呀？我先喝，您不用干。不用，你还让人家干是吗？嗯，那我比你多，先来。我家的游客经常来喝的，特别好喝，里面可以喝，是纯天然。要不咱俩干一个？还有一个杯子啊，还有一个杯子呢。好吧。你怎么盛这么一点？你多来点。好吧，为了我们节目，为了传承我们的弘扬文化，传承我们的弘扬啊，是吗？我有点紧张，是吧？我说什么了？传承我们的弘扬文化是什么？是那个全在这个燃料里了。好喝吗？再来一杯吧。确实是，其实挺清香的，但是我就目睹着这个液体流进我的嘴里的时候 ，Oh no！ 我的内心掀起了一阵一阵的波澜。当然，这个染料本身，这只是说明它是健康的，是天然的啊。它的实际作用还是扎染这些个布料啊。介绍一下我们台上咱这几件作品吧，先来说说。这个就是青白，就是我家的那个染法的，就青色和白色。那这个是竖条的缝下来一个圆。这也是，这边是横条的缝过去一个圆，这里缝一条线，白色塑料包裹，然后拿去染，扎染。我们这里的扎染就是说，我们扎的这个部分呢，色彩渗进去很少，或者色彩没有渗进去，然后我们没有扎的这些地方就被染上颜色。其实相当于扎染是一个就是花型，或者说在这个原色上面做一个图案。对对对，你扎成什么样子，它最后控出来的那个或者颜色浅的就是这个图案。对，你们来体验一下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再邀请一位观众好吗？哦，好啊，有愿意来的来体验一下。我们最边上这个来吧，小伙子。好，哎，小伙子真不错，来。好，这是我刚才画了一个爱心，这代表我心中的爱，也是我的中国梦，张染梦。就随着这个线一针一针的缝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很简单。来，这个就给我女儿张，你们不用看它，看我这里。这组针法叫串梅花，这个是它印刷好的布，做好扎好之后是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把它拿到染缸里面染了，染了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最后车线它的成品是在这里。哦，这是每个步骤是吧？对。其实他说来简单，我可看过这个扎得特别慢，特别慢。这个扎好要1000的时间。我忽然觉得我们可能今天的体验主要是喝。因为这些东西你不用做这么复杂的就行，你做最简单的1分钟就好。好好，那还好，您先教我们一个简单，我们先染一下好不好？你缠个线就行了。会扎头发吗？你得跟我说一下啊。就不要扎得太大，就是看这个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摊开以后差不多就这么大。很大是吧？对，就是考虑一下它的直径。哎，我这样窝一下行吗？窝一下没用是吗？有用，有用哈。它中间会有点花。把这个放在一起，然后往上面捆上线就可以了。打上线，对，一定要保证有一些地方染不到，染不到的地方就成了花纹。对，然后你捆扎的地方，它就出来那个图案。对，大家觉得我这个大闸蟹怎么样？只要放进去打湿就行，清水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捏一下，哎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湿透之后有水墨画的效果。我这个打湿了，可以了。把水挤干，把那个染液里面浸泡，不用浸。哎呦，这一下就变色了。哦，还得捏一下。对，这里面多染一下。好，下一个。对，多染一会颜色就深一些，少染一会颜色就浅。这个陈叔，我这打开现在就是我的作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打开之后就是你刚才做的东西，就显现出来。见证英俊哥手艺的时候到了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这个手不用抖。关键是这是从头开始，我自己扎的，自己学的，自己亲口喝的染料。一定要掌声。哇，好看啊。这挺好的吧？好看。哎呦，确实挺漂亮，有白有蓝，还有几个太阳一样的。哎，我看完你这个队，我这个有点没信心。哎，你好。
好，我们看看莎娜的这幅作品，你别抖我一身的。哦，哇哇哇！哦，不错，像不像家里卫生间的那个排风扇？还是让我把其他的展示一下吧。好，可以。这是我在2018年春节之前画的，然后自己粘的，一个作品。这能是扎染出来的，真的是不可想象啊！是鱼画楼，好漂亮！感谢陈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一幅作品啊！谢谢啊，折起来非常棒。哎，我们看看他的那个，来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哎呦，真漂亮！哇，这个是他的中国梦，他的扎染梦，和父亲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将来把扎染推向到我们的全国甚至全世界啊！我觉得真的非常好，掌声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希望以后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对。